川都是来自各界的，小界里面的精华。首先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前面你们当进去是接待组的朋友。接待组在哪里？哦，晚芳他们呢？宝剑 OK， 谢谢你们俩，这个接待组很辛苦，好吧。第二个呢，我要感谢什么呢？这个我还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叫做音响音乐，你们看到这个后面的布景，那个很辛苦。我的老兄在哪里呢？王师兄在上面，他是我们今晚的音乐总监，也是他负责这个太满的制作。王师兄，这是王师兄，来来鼓掌。还有我们的音乐制作祝可富，李可富，兄弟，哪里李可富？站起来！今天晚上所有的音乐，所有的音乐的制作都是由他负责的。但我还有很强的诗意，郎才女貌，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我播音讲的不好了。你看这两位哥哥跟这个姐姐都说登对，都说漂亮，好不好？这是今晚的诗意，我们向他感谢，好不好？好吧。还有呢，我们为了这个合唱队，又为了合唱队，为了这个演唱队，我们还请了几个嘉宾。首先我介绍韩冬梅老师，大家鼓掌，好不好？第二个，我的这个老朋友何来穗，好吧，他擅长于唱英文歌、英语歌各方面，是我的好朋友，好吧。最后第二个，这个也是这个美丽的小姐柳芳小姐，不是美丽，你还差不多了 ，OK 了，好吧，美丽，你今天特别美丽。我们为他的悲伤面目就鼓掌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个爪哇的姑娘，哎嘞哎呦嘞，怎么了？要让家人尊重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眼正眼昧的正宗的爪哇的来的，没有回过国的，就嫁到香港的，知道吗？姚德先生就是在上面专门今天给我们摄入的蒸干粉，这个叫做。肖丽明，好吧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还有呢，当然有唱歌，有伴舞，这里面还有四个姑娘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在那边跳印尼舞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除了这个，还有我的口音，四个女孩子漂亮的出来，又站出来。哎，怎么漂亮不站出来呢？啊，这个是四个美女。这个包括侯韵呢，他们也是百英英小姐的这个舞蹈演员，好不好？今天他们第一次跟我合作，那么呢，大家鼓掌一下吧。这是个美女，漂亮不漂亮？看，继续努力，好吧？那么呢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很隆重的邀请了这个。WDSF 的这个世界冠军王军跟他的这个太太吧，是吧？啊，刘冠，还有他这个舞队的团队，好吧？谢谢。还有呢，这个我们除了这个团队，还有个勤工工作、总工作很重要。比如送花了、接待、办这个东西，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办了？我是用一个卡车在来的，因为这个东西长就生命啊，长到的就上帝。普通的 local fan 不行，是吧？他们很辛苦，这就是
马师兄他们弄的，还有这个刘德华，刘德华，谢谢，还有这个两个口琴，严小姐，大家熟悉的啊，在这里面的，还有呢，这个就是马师兄的太太李美花，哎，太难画了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忘记了。美花在这里，美花在这里，都光记得美花也得亏了，我觉得，好吧？还有呢，我们今天晚上，有几个很好心的朋友，摄影组 video 的，一个是 Michael 潘建明，我们今天在小鱼网看了，来个潘建明，请起来，站起来 ，OK， 站起来，谢谢啊！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。老艺人在哪里？老艺人，我回去了，没人了。哎呀，哦，哎，你说我们的老艺人，就纯纯那么演，特地来帮我们办这个整个会的嘛。还有这个，这个乐乐，乐乐，是不是快乐的乐的？还有呢，一贯热心帮我们办的这个李金一先生，这个叫做。怎么讲？李永林啊，我就知道李金一罢了，好吧？所以呢，还有呢，别急，我还没讲完，还有郑亮，还有这个郑亮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我们的摄影组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他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还有呢？我的这个玛丽的师傅，我是玛丽来的，我玛丽的师傅也来了，傅成亮，他今天脚痛，刚刚开刀，特地来，好吧，我们在这感谢他，好吧。好的，讲到这里呢，今天晚上能够很成功，你们算成功不成功？也差不多了吧。成功了，好的。那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搭档白英小姐。策划兼舞台总监，白诗颖回来。我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全部被他指挥，但是我们的诗颖今天晚上，他是今天晚上的一个灵魂人物，好吧？我们为他这次的努力。所以呢，我特别要感谢。这次所有的团队使得今晚的这个节目能够很顺利的完成。这里我占用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今天也很高兴，在这里呢，今晚我太太在上面。不要亮相了，啊，不是，不要亮相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呢，就说如果说今天晚上能够成功的话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。因为呢，对于我来说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次为了演唱会，我筹备了差不多一年多，衣食住行，他都给我很大的关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次打包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你，好吧？啊，哦，哎，他说还要讲 I love you 的那个讲。OK， 那么呢？今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，我们请底下的嘉宾上来跟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现在有请呢，陈进强先生和夫妇。有请王一来先生和夫妇，有请王静贤太太、洪淑玲女士，有请李润辉先生，有请胡建章先生和夫人，有请梁峰先生，有请刘伟介先生，有请叶胜饶先生，有请张穗静先生和夫人。有请张成锦先生和夫人，有请李达生先生和夫人，
有请李明雪先生和夫人。有请陈志伟先生。有请周才新夫人。有请周才新弟妹们。有请从印尼来的白姐姐。有请梁思谋先生和夫人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为今天晚上能够给大家献一个 I Can't Stop Loving You 献给大家。